对呀、啊，我今天看 ST Line， 哦，这台车这么帅，对不对？啊、哇、啊，你们去乱一乱，你看轮胎磨成这样，哦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偶尔小小热血一下，哇，翻山翻了几个山头过来的，我开很远很远，主要是来车距啦，我突然。给表演够几台 ST 啦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哎呦，昂水欧大班呢。所以大家看到这，我来找谁哦？曾燕豪，我跟罗哥一起来哦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大宅院呢、欸，你看门口万平公园啊，哇，心旷神怡啊，里面所有车呢，随便你开，想开哪一台就开哪一台。对对 对。结果我发现那个这个车，哇，里面有棕红啊，哇塞，古色古香，哎。哦看到一个熟悉的人，哎，看到一台红的，哎，哦 ，ST Line， 我告诉你，哎，徐光是伊的，啊，结果一个来，哎、欸，怎么旁边还有一台黑的？对，哇，想说今天怎么都是 ST Line 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一年，我觉得风风雨雨，全球都不平静啦，所以我们今天有小小的好玩的任务要跟大家分享。哎、哦欸，先见面礼，先什么？这个小妹我亲手做的，来，真的假的？欸、不会拉肚子，我们一定要现在吃吗？一定要，因为蓝尼克跟 Abby 啊，还有廖怡晨吃了会拉肚子，所以你们可以吃。这是你做的，哪一种颜色不会拉肚子？两个都不会拉。这是你做的，都有人吃。等一下来，我们到客厅去。你要干嘛？我怕在我的办公室爆炸。有两个坐这里。啊不用担心啦，英婷老师要发廖怡晨吃完之后说，此生真怕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了。廖怡晨还在这世上。你们两个真的很奇怪哦，你们俩为什么自己约好去烫头发，没有约我？哎，你也刚好烫头发，是不是？今天给你们一点小小的任务哦，因为我们新年要讲吉祥话，我们跟观众朋友们拜个年，但是要讲跟牛有关的祝福的话啊。如果讲到我们制作人设定的两个关键词的话，我就加码；每讲到一个，我就加码1000块的捐款。真的？对。那我们让他破产。用力给他讲下去。但我们只有设两个而已，不行啊！跟牛有关呢。像去年这么不顺哈，今年大家要扭转乾坤。好，一句啊！我们要祝盈婷的频道，对不对？有如万牛奔腾，万马奔腾。七哥还有吗？没有了哈。祝福这个盈婷的汽车知识，汗牛冲动。你是讲？扭转万牛奔腾，万牛奔腾乾坤。然后你是扭转乾坤跟？汗牛冲动，中啊！扭转乾坤，哟！我加满1000，然后七哥我加满1000，但是另外罗哥我重复的也算了，重复算啊，哦、对，我们就是做公益啊。我要送两个礼盒给你们，这个是真的是专业的人做的啦，好棒、啊，里面有五里面有饼干，然后还有凤梨酥啊，凤梨酥是全台湾第五名，熊女巫。他是台湾法人，台北市小一个人社会福利基金，请帮他上主播框，直接上个框，然后订购的专线，直接留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在这里，真正的任务。好。跟车子有关的啦，你们闭着眼睛就可以完成了。罗哥先好了。好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怕死哎、欸，你怕死哎、欸，那是超好运的、欸，超好运的、欸。那来是天书，对，来协助。那会不会七哥也怕死？好，来嘴巴张开一点啊！操控，操控试驾，分享一下哦。我觉得我刚刚想要跟我车友聊一下，到真的，刚好我开这一台啦，刚好使用车子的成本真的很省嘛。持有成本啊，没花到什么钱，因为也刚买了，才开4000多公里。我做过一次保养啊，3000多块。不便宜哦，国产车啊，跟你说那一台啊，那一台，对，这一台是啊，一个万不够啊，一个万不够，回去保养，这根据车主的实际的保养经验、啊，多少钱一次？如果稍微大一点的要3个万。3个万，罗哥他刚刚抽到 pass 啊，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，罗哥来再抽一题，再抽一张是不是？这个来啊。啊！我身体很健康哦，没败哦。哎、欸，又是 pass， 怎么会这么好运呢、啊？你如果抽，等一下，你如果抽3张 pass 的话，你给我报6个牌。所以你真的只有3个 pass 吗？好像是，啊、哦，不止啊、哦，不止啊、哦。我不相信，怎么有可能？啊，来来来来，希望龙哥可以抽到一个题目。应该不会啦，不至于啦。有了啦！养车成本，我们刚讲养车成本，刚好讲了。你可以边哭边讲你那台啊。那我是说真的哈，你真的要买双 B 的车哈，真的要把。养护成本
加进去。嗯，对，因为你每一次进来哦，就小保养，嗯，也真的是一个万起跳，所以养护成本提供这个，好，大家可以参考参考，对，好。然后今天谢谢任老师，希望你们牛年愿望都能够成真，好不好？大家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等一下，我拿钱给你。好，真的，坚持要拿。对，坚持要拿，哎，借我1000块。我们那个单位是，哎，对，是单位是美金。美金，因为我没有1000块。你拿熊子的，你拿熊子的钱，这样对吗？他直接拿我的钱。怎么这样子？要钱。明天要还我1500。嗨，各位靠近小赢家们，靠影片别忘了帮我们按个喜欢，留言。写下你想看到的车款，并且把我们影片分享给所有你喜欢车子的朋友。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更多车款的开箱评比、试驾，统统都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变成Win-Win跨界大赢家吧！